Hello，各位，今天打算去安影山走一走。听说最近又多了几条新的路线，我还没有走过，所以今天一休假就赶快去走走看，看一看究竟好不好玩。那么我们就往目的地出发吧。过这个路口开始，如果遇到车子多，沿线可以找地方停车。最近这个地点渐渐热了起来，今天有3台车，12人的小队。我们现在从仙女瀑布的登山口走下来，我们从仙女瀑布入口下来，然后现在前面有一个拉绳要下去。我们现在从仙女瀑布的入口下来，然后现在要先去仙女瀑布。我们拉绳下来，现在遇到第二条拉绳，然后再继续往下切。我们从仙女瀑布的入口，然后一直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然后到这小路，小路有一颗石头，从小路一直走，走到底，然后到这个要下切溪谷。一定要拍照的涵洞，再拉绳上去往仙女瀑布的方向走。我现在的位置是要去仙女瀑布的小路上，一块大石头。
我们已经到了仙女瀑布的登山口的路口，然后这边不能戏水游泳，我们只是下去拍照看一下就好。仙女瀑布的传说，传说中有位隐士在这里修仙得道，然后就有仙女出现，故把它称为仙女瀑布。仙女瀑布这里水中都有鱼啊。我们离开仙女瀑布，再拉两条绳子回到那个小路上。我已经完成了仙女瀑布，然后现在要往我没走过的路开始走，往仙女这个溪流的上游走。现在呢，再拉绳上去。接下来还要过溪流，再过去。我们从那边下来，然后继续往上面走。对，下午的哦，他吃的了。我这鱼还蛮多的。不是，上面白白的、扁扁的，是反化妆的。它九二一之后，上面的路都瘫掉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转河上。啊，其实上面那本等在上面那边可以爬上去，就是以前的，就是现在又要爬升上去，然后在下面是溪流。这边的风景真的很漂亮，溪水清澈，然后水里面都有小鱼。我们现在要离开溪谷，渐渐的往上。本来要走仙女线，一直走，但是我看着登山布条，走成了仙女男人线。现在逐渐离开溪谷，然后爬这个大石头往上前，沿着这个石头路继续往上走。有拉绳了，继续往上，现在持续的往上爬。然后从溪谷上来，这边树草比较多，蚊子蛮多。从溪谷一直上来，然后现在再一直拉身子往上，
我们现在继续往爱民山的方向前进，现在继续拉绳往上，继续拉绳向上。我现在位置在前往爱民山的路上，然后这个现在还是继续拉绳往上，从仙女溪谷一直拉绳往上，哦，拉绳很多，一直继续一直拉绳斜爬上去。我从仙女溪一直走上来，然后一直往上，现在是在槟榔树群中，上面有一个小房子。从那个小屋一直走上来，看到登山步道了。这边风景蛮不错的。我切到南仁线了。这一条从仙女溪上来，然后这个是要回去南仁的登山口，然后这边是往暗影山走，这是空地。我现在在暗影山的南仁的路上，要往暗影山的方向前进。黄藤别去握它，不然你会被吃得很惨。我现在的位置在南仁线上，要前往暗影山继续爬山。到了三一二三三岔口，南仁西北仁北仁的三岔口，暗影山到了。现在暗影山三角点这边变成有展望哦，因为草都有除干净，树没有挡到。从暗影山北仁下来，下到这个北仁的登山口，然后对面有一个1040，什么？爱宁山光明岭1051，离台中市最近的千米山头。我们现在上光明岭，拉绳继续上去。拉绳上来之后，在竹林之中。沿路就斜坡向上，沿途竹子都有喷这个箭头指示。这条是新开发的路线，然后没有登山步条，要按那个箭头指示的方向走，然后地上有屑屑的白子。上面应该就是光明岭了。其实这是一个假山头。1051峰光明岭，斜行1000公尺到了，海拔1000公尺，哦，好累。本路线才新开辟不久，所以地上都是黄藤。这里还有一个休息区。光明顶1051峰到了，暗影山光明顶1051峰。现在是12:33，从暗影山光明顶1051峰，我现在从这边离开1051峰，拜拜了。一个大哥跟我报走这个下山的路往产业道路，所以我折返又回来走这一条。
我们从105义峰走下山的路径拉成，看到产业道路了。产业道路，那个小路在那边。105义峰下切下来，下到这个小路上，这边风景不错。前面就是暗影山997的山头，对面那个是大横平尖尖的那一颗。我从产业道路一直走下来，走到这边有一个闸门，又遇到12人的小队。现在我从暗影山的北仑登山口，然后走这个产业道路下来，我已经到了大石壁。这一段两旁长满了松树，还蛮漂亮的。我从山阳公寮那边一直走这个松针路一直下来，看到登山步条了，对，就这一条，直直走，然后沿着这个小坡一直下来，往下一直切，这山阳公寮一直下切下来到这边，仙女洞到了。是吗？这边路条绑在这边，往这条小路走，现在要走过仙女溪的上游，走过去。仙女溪的上游部分，我们从仙女洞一直走过来，走走走走走走，然后这边就是早上，我看着大理寺登山协会三协他们的规划的，这边就是一直往南仁线上爬。回到涵洞这边来了，现在3:17，回到仙女溪的登山口，我车停那边。